电视剧《最好的时代》是由陈星旭、胡冰卿领衔主演的当代工业青春励志剧。该剧讲述了三位年轻人齐心协力研发高速铁路新技术，推动中国高速铁路迈进划时代台阶的同时，以青春报国的过程中收获美好爱情的故事。该剧于2020年11月16日在湖南卫视开播，腾讯网络同步更播。